今天幻术大仙再怎么样介绍一个比魔术还要神奇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德宝 N95 口罩，它中间附有两层熔喷布织布，有静电效果，可以有效的隔绝传染疾病，而且戴起来透气舒服，讲话听得清楚。你听得清楚吗？可以吗？听得清楚哦。而且这个戴一整天，耳朵都不会痛哦，很舒服。加上它有很强的瘦脸效果，你看好像很瘦，其实不瘦，真的不瘦，好像很瘦，不瘦。当大仙遇上德宝 N95 口罩，当然就是要来归洞一下。各位观众，看好了，就这样子叫他进去。嘿，他瞬间就进去了。这个也照样拿起来，照样喊他进去，就全部都进去了。德宝 N95 口罩，让你好自在，好安心。